肉郡主来啦，今天来吃一个无骨鸡爪，自己做的哟。嗯，特别香，真好吃，蘸点汤汁。嗯，炸骨之后，嗯，喜欢吃什么自己动手做，太棒了。这是我第二次做，比第一次的味道好太多，好太多了。香，你们喜欢吃无骨鸡爪吗？美味，酸酸甜甜，辣辣的，嗯，还有一些小骨头，记得双击哦。